这里就是马拉尼的家，流泉之众吧？让我看看。哎，我就说吧，战斗后还是来泡温泉最舒坦。亲爱的，帮我拿瓶酒来。一瓶就够了，还带两瓶吧，离入夜还早着呢。等下要不要去黄金傍晚？这才是度假，太棒了！哎，真热闹呀！马拉尼，最近有什么节日吗？我们的宗旨是每天都像节日一样，每天都是值得庆贺的日子。哎，我带你们四处转转吧。让我想想，先去哪里好呢？花歌唱片店、科隆切广场。虽然有很多选择，但我最推荐的还是这里的重头戏，当然是泡温泉啦。天然温泉对身体好，多泡一会儿，晚上肯定能睡个好觉。等下，在这里？别害羞了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换衣服。马拉尼。啊，谁呀？阿加亚阿姨。跟你说过，不要叫我阿姨。我看上去有那么老吗？你刚刚打算做什么？带他们两个去泡天然温泉？是呀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旅行者，在他旁边的小家伙是派蒙。他们刚来纳塔不久，我正打算带他们好好体验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呢。你好呀。你们好，我是阿加亚，跟马拉尼是邻居。哎，马拉尼，听说这次归火圣野巡礼你输给了卡奇娜，只差那么一点就赢了，哎，真可惜。不过输给他也正常，他原本就很强嘛。不提了，阿加亚阿姨，我带朋友泡温泉去了，回头再聊。哦，还得给旅行者和派蒙选两套泳衣。对了，我记得店里有两套合适的，我去拿。你给我回来，泡温泉的规矩你该不会忘了吧？啊，什么规矩？等等，你说的该不会是规矩？泡温泉还有什么规矩吗？外乡人不能直接踏入天然温泉，需要先去人工温泉完成一场试炼。没有听上去那么吓人啦，简单来说，天然温泉的水温比较高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，以前出现过旅人被烫伤的事件，所以才有了这么条不成文的规矩。外乡人要先尝试水温较低的人工温泉，适应后才能去天然池。哎呀，我说阿加亚阿姨，用不着这么严格吧？他们两个很强的，这点水温根本不算什么。每个小瞧温泉的人都这么说，还是小心点好。最近的天然温泉不太稳定，很可能是深渊入侵的前兆。听上去有点危险，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强了，还是谨慎些比较好。谨慎是必要的，只要我在这儿，就不能让你们冒险。马拉尼，
带客人先去尝试下人工池吧。好吧好吧，听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不许耍花招啊，等会儿我去人工温泉巡查，如果找不到你，以后就别想再来我家蹭饭了。你就放心吧。对了，阿佳亚，最近身体还好吗？好多了，不然哪有精力盯着这么多人。喂，那边的，说了多少次不许在温泉附近打闹。啊，糟糕，那个古板瓜阿姨又来了。快跑。哎，给我站住。好有活力的人。他在我们流泉之中也算是传奇人物了，大家都认识他。我还没得到古名的时候，他就是声名在外的战士。大家都知道流泉之中有个特别喜欢温泉的姐姐，经常组织温泉聚会，他把来参加聚会的朋友称作泉友，其中就有丽流、加乌兰妮、维查马等等，都是受人敬仰的战士。哦对了，还有火神大人。如果我生活在这里，应该也会天天泡温泉吧。后来呢？后来在一次战斗中，阿佳亚被深渊魔物刺穿了腹部，虽然救治及时保住了性命，但医生明确告诉他，他余生不能再泡温泉了，浸泡在热水中会加速深渊力量侵蚀脏腑，让他的生命流失得更快。原来他受过这么严重的伤，难怪我看他的身上有疤痕。很正常，阿佳亚阿姨从来不谈论自己的伤，而且即便自身已经无福享受，这些年他依旧坚持不懈地挖掘人工温泉，让更多人体会到温泉的快乐，这也是我尊敬他的地方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到此为止，我带你们去人工温泉吧，免得等下阿佳亚阿姨先到，她找不到我们会生气的。冲天转转，耶呵！嗯，原来是这样，你们的想法不错，我很喜欢。你看，我就说首领大人肯定会同意的。那我们马上开始行动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。喂，阿米娜、西库埃鲁、马洛卡，你们在聊什么？这么开心？马拉尼，你回来了。咦，这两位是？旅行者和派蒙，我们重要的客人。本来想带他们去泡天然温泉，结果被阿佳亚阿姨发现，只好先来这里了。真巧。我们刚刚也在聊阿佳亚呢。听我说，马拉尼，阿佳亚的病有好转的迹象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怎么看出来的？就在你外出训练和参赛的这段时间，阿佳亚经常在夜里独自去泡温泉，就是部族北边山洞里那个，你应该有印象吧？据说阿佳亚以前经常去，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荒废了。你也知道，他以前根本不能沾热水，现在却能频繁地去享受温泉，这意味着什么还用说吗？所以我们商量，想瞒着他偷偷改造那个废弃温泉，然后给他办一个热闹的聚会。首领大人刚刚也同意了，马兰妮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当然，这种事怎么能少了我？不过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，等泡完温泉我再去找你们吧。没错没错，眼下还是招待客人更加重要。别看这里只是近些年开发的人工温泉，体验可一点都不比天然的差，毕竟凝聚了我们的心血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哦，还有你们两个，在给阿佳亚准备惊喜的同时，也不要忘了巡逻的责任，深渊随时可能发动袭击，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请放心，我们一定时时留意。那我们先走了，马拉尼，等会儿我们在废弃温泉碰头吧。不打扰了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哎呀，终于到泡温泉的时候了，泳装我已经帮你们挑好了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更衣间。冲地波，Thank you.
是不是感觉很暖和，身心都放松下来了？真舒坦呀，水汽也热乎乎的。啊，我第一次泡温泉的时候根本安静不下来，爸妈一会儿没看住，我就跑到高温池去了。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，他们找了我很久，急得团团转，最后我才慢悠悠地从水里探出头，那时候我还不记事呢，都是后来听他们讲的。老妈说我水性好，像她第一次下水就会潜泳了，所以你们想游的话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尝试，我会第一时间把你们救起来的。真的吗？让我试试。阿佳呀，阿姨，你真的过来监督我们啦？看到你们在这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我带了牛奶和点心放在这儿了。人工温泉的温度不算高，所以我选了龙龙饼干和栗果片片两种点心，来试试味道。好耶，谢谢你。哦，真好吃。那当然，我亲手做的，很少有真正会享受温泉的年轻人。听好了，不同温度就该搭配不同的点心，泡不同时间。泡温泉就是放空自己的过程，因此在水池里游泳是非常无理的行为，不要学。喂，好了，看来你们真能适应这里的水温，想必去天然温泉也不会有太大风险。我先告辞了，别忘了喝牛奶，特别是你，马拉尼。我记得你小时候不爱喝牛奶，偷偷倒在了温泉里，不管有没有我盯着，都不许再做这种事了。知道啦。原来你还干过这种事呀，往温泉里倒牛奶。那时候我以为不会被发现，没想到在清水池里格外显眼，结果被抓了个现行。唉，有些人泡太久会感到头晕，你们还好吗？我还好，就是肚子有点沉。看来你们的体质与温泉很搭。哦，下午我失陪一会儿，去帮大家一起改建废弃温泉。那些家伙的审美我可不敢恭维，放任不管的话，谁知道他们会搞出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所以抱歉了，作为补偿，我可以给你们推荐几家很棒的店铺。嗯，是呀，泡过温泉还吃了点心，我们也想帮忙做些什么。朋友就是要互相帮忙，不然我们也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两位，真是太感谢了。那就让我们一起准备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温泉聚会吧。出发。马拉尼，哎，你怎么把客人也带来了？我们是来帮忙的。这怎么行？怎么能让重要的客人一起干活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相互客气了，等改造完成一起来享受聚会吧。从哪儿开始？我看看，温泉出水口的淤堵相当严重啊，得先把下方挖开，角落里那些破箱子也该扔了。嗯，呸呸呸，一股霉味儿。还有，谁去买些布料、木材和饰品？点心也不能少。嗯，按二三十人的标准去准备吧，量大从优，记得还价。我可不会讲价，还是你去吧。我也不会，再说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该买些什么，不如这样吧，疏通淤堵、清理环境的事情我们来做，
你们三位负责采买怎么样？也好，那购物的事情就交给我们，正好还能带你们去商铺逛逛。出发。哦，等下再在这里汇合吧。开挖，走。甩尾。来了。最近生意怎么样？这不是马拉尼吗？参加归火盛宴巡礼回来了。是啊，今年没选上。比赛嘛，有赢就有输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哎，今天挑点什么？喏，都写在清单上了。老板，这回可是大生意，给我个实惠价。嚯，要这么多？你们打算办聚会？是啊。独家消息，不要外传。我们在给阿加亚阿姨准备温泉聚会呢。啊，她能泡温泉了，那可真是件好事。啊，再便宜点嘛！我走之前那堆木头就放在角落里，回来的时候还在呢。再不处理掉，要发霉了。行行，哎，真拿你没办法。等一会儿，我去帮你装起来。真有你的，马拉尼。这都是小事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这两块石头卖不卖？啊，你感兴趣？啊，这两块可不便宜。知道，这次我就不还价了，帮我分开打包吧。不是啦，卡奇娜不是喜欢这些亮晶晶的小东西吗？所以我每次见到都会买下来。这回我先替她保管，等她凯旋后再送给她吧。嗯，她一定会喜欢的。你要的东西齐了，清点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漏什么。我看看啊。怎么多了一箱果汁？哦，那是我送你们的，不收钱。七年前深渊入侵不足，阿加亚救过我哥哥的命，虽然他一直不要什么回报，但这事我一直记在心里呢。替我向阿加亚问好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嗯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办个很热闹的聚会。谢谢你了，老板，东西买齐了，走，我们也回去吧。我们回来啦，我看看收拾得怎么样了。哇，干净了不少嘛，淤毒也消失了，干得漂亮。那当然，我们潜到温泉底部挖了半天，才把那些碎石烂泥清理掉。你们呢？货物买齐了吗？嘿嘿，我们带回来了好多东西，都放在洞口了。好嘞，大家挽起袖子，再加把劲。行了，你们先休息一会儿，换我来吧。旅行者，可以请你来搭把手吗？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过了，这里画上好看的涂鸦，点心和饮料放在那边。怎么样，挺不错的吧？真的耶，马拉尼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家里的店就是我在打理，像这样翻修规整的事情我还是很擅长的，当然也离不开大家的努力。不过没想到会干到这么晚。现在去邀请阿加亚阿姨好像不太合适。今晚确实不行，首领大人不是挑选了巡逻队防备深渊入侵吗？阿加亚主动报名了，今晚轮到他负责警戒。这样啊，看来只能把惊喜留到明天了。也不错，阿加亚阿姨巡逻一整晚肯定很疲惫，明天我们邀请她来泡温泉解乏，她肯定很高兴。那今天就暂时解散。旅行者派蒙，你们也累了吧，走，我送你们回旅馆。启程。来了。
启程。就是这里了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我们明天再见。明天见，晚安，马拉尼。我确实有点累了，今天去了好多地方呀。明天还有温泉聚会，今晚可要好好睡一觉。走，我们进旅馆吧。所有人戒备。可恶，偏偏跳这个时候。奇怪，外面怎么这么吵？旅行者泰蒙，快醒醒啊。马拉尼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多魔物？深渊袭击了部族，巡逻队的人正在和魔物激烈交战。跟我来，我先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。马拉尼，过来帮忙，这边快顶不住了。糟糕，稍等一下，我很快就到。那这次我们就携手作战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喂，撑住，我们来帮忙了。哎，来了，切勿靠近。皮尔，不要有请。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多亏有你在，不然我一个人肯定要多花不少时间。不过看起来今晚的袭击还没结束，这些家伙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们去找阿米娜问问吧，在防备深渊这件事上，他肯定比我更清楚。甩尾。来了，阿米娜、马拉尼，还有两位客人。我听说你们帮忙击败了许多魔物，太感谢了。虽然我们提前做了准备，但毕竟人手不足，魔物还是突破防线，冲进部族里来了。好在目前还没有出现伤亡。这次深渊是从哪里入侵的？东边，我们已经查清了深渊界门的位置，只是还没能召集足够的战士去攻打。深渊界门，那是什么？可以理解为深渊制造的门，魔物靠它从夜神之国冲到地面上来。想要终结这次入侵，就必须击溃深渊界门，而且越快越好。
否则不断有魔物涌出，再强大的战士也会陷入苦战。是啊，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情况。而且从魔物的数量来看，这次的深渊界门恐怕不止一个，我们还在侦查其他界门的位置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先去封锁东边的界门吧。旅行者派蒙，我就不客气了，这次能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坐视不管。我代表六泉之众向你们表示感谢，拜托你们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走。阿米娜，你也要注意安全。我代表六泉之众向你们表示感谢。启程，你来了，加速了。出发，不要乱动，一起射，哼。